这网友的感情才这么纯情，还是讲伊在吴依林的面头前较老假，所以吴依林唔知伊的另外一面。是的是，哎伯，你为后边向我搞打是打啥意思呀？我是要叫你，我那是讲叫伊加较慢的打我，伊根本误会我对伊有意思。叫我创啊？我是要叫你试一下卡手啦。哎，吴立林讲你是什么特种部队？在外劳做外劳，我才无咧相信。你上好卖看鸟无点啊！我是真正真怀疑啊，毕竟拢已经过遐尼侪年啊，要保持一个好的状况，迄嘛不遮尼简单。而且我阁有听吴依林讲啊，讲你为着照顾伊，做啥物烧烤店的头家。虽然讲即卖是开保全公司啊，但毋过毋同款，出一家嘴的头家。明仔载保镖吼，我看。你要是带一挂较勇敢的、较少年、遐少年要带就好啊。哎，懂了懂了。谁敢出一支嘴啊？莫讲我即马一个拍十的有我遐厉害，我一个应付高一半，无问题啊。是哦，啊你唔着真厉害，拢无输过呢哈。输？唔知安怎写啦。只要派我出马，敢若剩吐动真了。啊你唔着好棒棒呢。哎呀，是讲唔知虾米人哦，当当年就是我的手下败将啊！你搁敢讲？当当年是上出傲步啊，怎么搁好意思伫遐甲我抢？弟弟要拍你进前，敢会先通知你啊？还是讲伊好声好力甲你讲，请谢谢对不起？好，无来比一场啊！还是讲出一支嘴的人是咧讲你家己。闭闭！你讲袂歹嘛，应该给你一个爱的鼓励。跟我比起来吼，这爱的鼓励应该是给你，因为用嘴讲较紧。我是好男不跟你斗。我若真正出手，你绝对输个头疼。我咧讲到吹个长波，火力全开，在标靶面顶，也阁是我的飞镖。啊，你个咧，都敢要吹？创啥？等下你若睁目睭看到，我甲你个镖拍落去落伫涂骹，听我予你吹目屎，吹咧。后悔吧，噻。好啊，安尼输的人爱骗赢的人做一项代志，我都惊你无迄个胆答应，嘛惊你答应了后你做袂到。毕竟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咁只有查甫人的嘴也敢骗，查甫人的嘴嘛同款会敢骗。只要没做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一定做到够。第二。多谢你的指点，我感觉你较属于。
哎呦，就软，哪有用叫你软？又过来一只，我也不安怎。三十年前，咱赶快比赛下回标。你看你自己就要输啊，你就对我色诱。上严重的是，你搁伫个我耳孔边底下下去，就惨像安尼。意思就是讲，你就是想尽办法要搞了我。是又安怎？我猜你是特种部队出身的，这么简单去人搞了，叫个垃圾的。哦，亏你拢已经出奥博啊，我嘛已经中招啊，这个是。你个算是无输赢，好不好？咱饮酒讲好。好啊，我一点我无代志，爱替我完成。最后我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想着我妈在有土地另外要进行，我还保持清醒才行。哦，我明仔有烦恼要送个病人去现场啊。啊，你搁找我啉烧酒，一点仔专业精神性拢无。我跟你讲哦，明仔个表演真重要哦。你上好就参像你家己讲的这么厉害，莫参像咱社会标安尼，人欧姐出来害你跳，你就共我跳去。哎，我。人我是拄着你，唔知安尼哦。真正甲出租网站顶面的相片一模一样，环境嘛袂歹，看起来我是乌着宝。即摆只有希望我的室友莫是一个怪人就好。哇，你是伫外口走啊，规身躯敢有够臭的。我看我先来洗一下身躯，再整理行李好了。虽然这间的租金有较贵，不过环境确实袂歹，所有的家具拢有付啊，真正是以卡皮箱在当入住。浴室那也有水箱，干嘛漏水啊？Thank you.
真正无代志，你先出去。你拢弄着头壳，哪有可能无代志？你看，你连徛拢徛袂知安尼，无我想讲你出去，看卖你等下搁稳落来。你莫过来！你看，我真正无代志啊，所以你赶快先出去。好，无你衫穿穿的，出来外口休困一下啦。嗯。看起来都无参全家避暑的人工。啊！我够变小的啊！根本就是大型社死现场。你要送啥？坐好啦，我替你把头毛吹好哒。好啊。多谢你替我吹头章啊。这次我们叫我替你修好哈。你有要紧无？啊，歹势啦！啊，这支吹风机较旧啊，用一时啊就会出烧的。无啦，你看，我真正无代志。你先坐一下，我请你唔过接吧。我无代志，真正无代志。看伊这么紧张的反应，应该不是因为拄才伫咧浴室发生的代志。敢若顶届替我梳理了开房的时阵，都刚刚伊对我有意思，是讲咱两个搁不了有默契呢？啊，拢无讲好，竟然煞租着共一间合租房。是啊。就是安尼大醉大醉，甲啉落安尼才真正爽快，对无？我一天啊，脚有够酸的啊！拄搬来真正足忝的。啊，便所你若要用哦，这里用无要紧，唔免管我，我要先来困。你无说因为拄只的代志，就感觉使用浴室？哦，唔是，是我频段细。我有当时哦，迄工课一无闲起来，过来讲无洗，拢足正常的啦。嗯，放心。啊，袜啊袜啊，袜啊！我安尼给伊频段搁太高的印象，伊即摆应该足倒单的，袂搁对我有意思了吧？哪有查某囡仔这么特别，搁这么帅气啊？